2008年，《检视防务周刊》发布新一年度世界十大坦克排行榜，美国 M1A2、德国豹二、英国挑战者、以色列梅卡瓦等知名主战坦克悉数上榜。中国 ZDZ99 G 式第三代主战坦克同样榜上有名。这是一个让西方人震惊的战绩，这是一个让中国三代坦克研制团队欣慰的排名。回眸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已经列装，而此时的中国大量列装的仍然是仿制前苏联一代坦克的59式坦克，研制中的二代坦克迟迟未能定型。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位独臂老人临危受命，带领团队踏上了研制新型坦克的漫漫征程。中国坦克人的梦想就这样在行业全面亏损的困境中艰难起步。为迅速拉近和国外先进坦克几十年的差距，1984年1月，中央军委开始为第三代主战坦克寻找总设计师。谁能够担此重任？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提出了一个人选，他叫祝余生，时年66岁。因为退了也发现我就会发现我问你们就这个翻屏我吧，还要接受当这个战争中的战争中的，我要想66岁我很大。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人，战争年代就曾身先士卒，在一次迫击炮试验排险中失去右臂。在受领三代坦克研制任务之前，他早已军功满身。然而这一次，这位独臂老人再一次选择了毅然前行。我家在南京，我就准备走了，准备要60岁吧，下来我就准备回南京。我想我这个任务不是这个建设国家的啊，国家任务。那我作为共产党员嘛，希望我要服从那个什么的，我认为我要是否要这个，那么我就这样，还是安全单位就承担下去吧。这个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任命，在三代坦克的研制团队里却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他是完全是重大的技术决策，整车的全是他做。这我们这些副总师都是他的助手，他这个总师名副其实。做到这么容易，一个是他德高望重，他又在前行的位置上，他不是为哪一个单位去着想，他是站在全局的利益去着想，所以别人都很服气的。统领我们这些人，作为朱总师来讲，在三代坦克这个总设计师的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与以往的研制任务不同，此次作为国家重点型号项目的三代坦克研制任务书，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直接下达。陆军就这一个项目，而且从建国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盖章子下次研制任务。以前坦克研制啊都是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谋部发文，那么现在呢是三代坦克呢是
国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顶了天了。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下达的这个研制任务，第一条就是要自行研制，第二条呢，两千年水平，第三条就是啊，两千年后装甲兵的主要装备。关键两千年水平，中央这个又要求我到两千年的，也跟新党改两个相考核。新党改从那个时候的 M 一和保日，白个在日子年也没有得睡觉啊，他也得改进了 M 一保日。我要定这两个，这两个，那么我把再用这两个想一想，我知道啊，我一听就知道，所以这我是这个困难，这是我最大的困难。祝余生的担心绝非多余。三代坦克的总师们不得不面对当时坦克自主研制基础极其薄弱的现实。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这个实际啊，从这个整个材料工艺包括设计水平，包括这个技术储备，包括实验测试能力，我们都不太具备条件。这作为一代车，还不是从二代啊跨越到三代，是从一代要跨越到三代，这技术上有很大跨越。有自主技术产权，能够装备部队，能够抗衡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坦克，搞成这样一个坦克不容易。从这时起，在三代坦克研制总体所这栋如今已人去楼空的小楼里，一位花甲老人开始与时间赛跑，一群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坦克研制精英们开始与世界竞速。一个正经历着转型阵痛的军工行业开始践行对国家和民族新的承诺。在九九式坦克研制之初，也正是西方和前苏联两种主要坦克研制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时代。作为追赶者的中国，是要走苏制模式的老路，还是引进西方的设计理念？这不仅是技术的选择，更是智慧的考量。完全照美国的条件我们没有，甚至苏联的条件我们都没有，他的基础研究比我们强啊。我的观点一直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到技术问题不能先画个圈圈把自己套住，管你东方的西方的，我能参考的我都会上，我都参考，我是反对说是找这个找那个，是吧？要搞我们自己的中国式的，要靠我们。他为什么要赶上去啊？就不能不靠自己的啊。以研发三代坦克为契机，摆脱苏式体系，制定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的具体技术指标。对于三代坦克的设计来说，这将是最为关键和艰难的一步。如果主要战术技术指标选择不当，将会导致研制工作全盘皆输。从三代开始，我们下决心要扔掉国外这些，我们要搞自己的。所以你像发动机，我们有730马力提高到1200马力，这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制。我到以前也没不怎么根据，我是根据我这个平常了解哈，把这个保日跟 M 一啊做一个标准，做我的目标，就按照他们哈，
来算你，这样子我那个动力机动性呢就差不多，你跑多快我跑多快。对于发动机的研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跳跃性的台阶，仅是功率这一项指标的提升将导致80%多的坦克部件需要重新设计。啊，跟这个最后的一节要到二十世纪那个对付新坦克抗衡新坦克，我那时间就光是抗衡那个再没用，要打个平手吧，是不是一个武器就打不赢百个，压制不了百个，是不是使他不会发挥性能，那这样做到这个程度啊，要打赢仗嘛，要这样点技能。要打得赢，就必须在坦克的火力上做文章。主炮口径是衡量坦克火力的主要指标。当时西方列装的三代坦克普遍采用120毫米的口径，前苏联为125毫米。是确定120毫米口径还是125毫米口径，这个开过3次大的论证会，总参组织过，原来的特工委组织过，我们兵器也组织，争论呢非常激烈。和火炮火药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总师祝余生，经过反复试验测算，最终选择了125毫米的主炮口径。你为什么选125呢？我算了，125的它的这个膛的容装货容量啊，空间啊，它有13.4，120呢就8.9厘升。口径大五毫米，大五毫米什么概念？哪种分析？就是作用在这个弹丸底部的这个面积啊，大8.5%，那就是有火药力，同样的压力，它大，那就是也提高初速，提高威力。这从火力方面呢，开始定要留有发展余地。大钥匙能够弥补火药力不足的缺点，这样我们最后125炮的火炮动能、炮口动能，在全世界来讲，那就数一数二了。除此之外，新型防护系统、新型传动系统、新型火控系统、自动装弹机、激光压制观瞄、超近反导等等，这些中国坦克研制从未涉足的领域中，采用的新技术多达10项。仅三代坦克研制总体所就一口气接下了14个大的系统和部件的研制任务。尽管任务艰巨，时任所长王天民向祝余生表态时却信心坚定。我机动师，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只要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你交给我们，不论我们有多大困难，一定要把这任务完成，即使我们过去没搞过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符合标准就行。即使从今天中国的坦克研制能力和技术基础来看，当初的这些技术和指标要实现起来仍然是个不小的冒险。如何完成这些指标的设计？三代坦克设计师们做出了一个智慧的选择，系统取胜。先进利用新技术，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说的要掌握我用的这个技术这个制高点，叫火力，我要掌握制高点，但是要从所有部件通通加工水平呢，都能够比别人啊办不到。咱们作为技术基础来讲，薄弱一些。你单独是吧？哪一个部门？这个哪个个人？
要想单打独斗，要想达到一个什么高的水平，不可能。所以他就优化配备，对于优叫优化系统优化的，系统功能优化的，就叫北部上能够达到你的生存水平。上一个我们那个开放世界，我们包括总体性能平衡，靠着总体功能够办得到一样就行了。研制思路逐渐清晰，99式坦克的研制团队以极具魄力的胸怀和胆量向着科技尖端迈进。他们将以极具超前的眼光来验证未来的陆战之王。对于设计师们来说，他们不仅是在挑战自己，更是在挑战20年后的对手。1989年12月30日，99式坦克的研制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4大武器装备之一。全国100余家科研院所、工厂、高校投入到99式坦克的研制之中。国家把常规兵器坦克作为4大武器装备型号之一，重中之重，也是头一回。所有的部门行业只要涉及到3代全开绿灯。在这支庞大的研制大军中，承担主要研制任务的军工院所和工厂大多建立于上世纪50年代。3代坦克的总装厂就是前苏联最早援华的156个项目之一。从那时起，新中国高校毕业的第一批坦克人从4面8方来到了这座塞外城市。有一个歌可能听说吧，小燕子，所有的孩子你现在都会唱小燕子，小燕子，欢迎你来到这里，这里盖起了大工厂，我们就像小燕子一样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了工厂，这里有了机器，4面8方的大学毕业的、中专毕业的志愿边疆建设。中国的第一辆59式坦克就诞生在这里。然而，这辆承载着坦克人最初骄傲的坦克，却完全仿自于前苏联的特54式主战坦克。从图纸、技术文件到工艺设备，全部来自前苏联。就是总装厂本身，也完全是按照前苏联专家的设计建设而成。尽管在3代坦克的研制任务启动后，整个兵工行业的生产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当99式坦克的设计指标下达后，工厂上下还是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压力。所有的一些指标都需要新技术来支撑，有时候你设计出来不一定能干出来，就制造，这个制造的水平也要大幅的提升。好多单位都摇头不敢接这个东西，认为这个有些好多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这份设计图纸面前，3代坦克总装厂的所有人没有摇头，没有退缩，他们选择了迎难而上。大家虽然认为指标非常高，但是有没有决心，大家都有这种决心，一定要把这要拿下来，要这个一定要达到这个高度，就是说把我们整个坦克这个设计研制的那个水平提升上来。确实是这个没有感觉到说是哎呦遥不可及，没有。现在的很多人恐怕难以想象，如此充满激情和干劲的军工人面对的却是这样的现实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几乎所有的军工企业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全行业亏损状态。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工厂这个每个月发200块钱，非常非常困难。那时孩子也小，然后两人都在这儿，都不行，我父母那儿蹭点，他父母那儿蹭点。与总装厂一墙之隔，承担99式坦克火力系统研制的单位同样如此。当时来说呢，应该说，已经达到是一年不能发满工资的一种阶段。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科研人员，并没有任何的抱怨，仍然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火力系统恰恰是总师祝余生最为看重的一环。在研制最为紧张的时候，这位独臂老人经常要夹着十几斤重的资料包奔波于各个试验场。由于没有右臂，他行走时经常会失去平衡。到底跌过多少跤，老人自己都记不清了。朱总就说，好，咱们家去看一看。我说行，咱俩去。从那个楼下来，下来之后啊，是吧，他一讲，他说不行，老王，你我要回去。我说你回去干啥？他说我拿那个底薪图。他回去就他连跑再颠，那进去之后上台阶比较高，一下绊倒了，当时确实摔得很厉害。尽管如此，起身后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胸口的疼痛，如期赶到会场。直到研讨会结束，老人艰难地扶着桌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最后发现老头很疼，赶紧带他去医院去拍呀、拍片子骨裂。去找一找，你找的我这里面啊有三个肋骨吧，一边断了，但是包肋骨那个皮子啊并没破。肋骨都骨折了，不能休息会儿吗？不，那个等着开会啊，等着我走啊。为了拿下这个世界第一主炮口径的火炮，有多少人为此殚精竭虑，就更加难以计数。当时拿到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觉得难度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我们没有生产过这么高要求的水平的这个管子，过去就没生产过这么一个来以后呢，当时压力挺大，但是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证明自己生产。国家呢就是信任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呢不能说就是完不成任务，这太丢人了。这就需要我们在工艺上进行摸索攻关，怎么想办法，千方百计的在工装上想办法，在工艺上想办法，在工艺规范上想办法，在镀液配方上想办法，在温度上想办法，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出最后一个最佳效果。杨凤轩至今记得，三代坦克研制成功后，因这门火力强大精准的火炮而赢得的尊敬。当时我们在连江一个装甲团，装甲团的话，我给部队官兵讲课，讲完课后来大家一起吃饭。哎呀，部队官兵的话，这个产品比的话呢，就是过去我们纺织苏联的100坦的系列高太多，也比我们其他的一些坦克包好得多。他们高兴请我们喝酒。那部队的话，你那是从团长、团政委、营长什么底下排队排一大溜给敬酒啊。
西花园，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地方，最为常见的植物却是耐寒抗旱的白杨和芨芨草。这里就是研制九九式坦克的另一块苦寒之地。我们来的时候觉得西花园这地方挺好听的，那就大家一起来的嘛，就是找一找这个花园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转了一圈，最后看着那个办公楼前面还种着些花，有不少的树，是不是这样？西花园成为了九九式坦克动力系统研制者们并肩战斗的共同记忆。当年发动机制造厂的老厂长倪兆征，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他决定和动力研究所成立联合体，以动力研究所的发动机研制方案为主，加快项目推进。但是呢，我这种想法遭到了厂里很大的抵制啊，甚至于当时在厂里流出一个话，说倪厂长是卖厂求荣，咱们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反而不要，是要人家的东西啊。老倪确确实实功不可没，当时他能够把厂里的方案否定掉，就下定决心这个方案，那是需要点勇气的。然而由于技术难度太高，倪兆征顶着骂名鼎力支持的这个方案并不被大家看好。我们要在第一代坦克的那个技术上要翻一翻，尺寸减小了，工作排量减小了，而功率要翻一翻，那这个可想而知确实是有难度了。当时我们也不敢正式提啊，跟谁比跟谁比，就是我们暗暗下定决心就跟豹二，因为当时豹二是最好的，我们就跟豹二的发动机比。我们当时和力装的西方坦克的比，我们的体积功率比它大了18%，就同样的体积，我们功率比它大了8%，我们重量比它轻了13%。要自动给自己加压，把我们的工作提上去。我老想我这辈子能干一个世界第一的。值得夸耀的对比是，德国的豹二坦克的发动机从设计到定型用了14年的时间，但这有赖于德国近80年坦克发动机研制技术的积累。而九九式坦克的发动机从提出设想到研制成功只用了16年的时间。1991年7月，九九式坦克原理样车试制成功，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亲自为其剪彩。在和当时装备105毫米主炮的88式坦克共同进行的打靶表演中，还处于研制阶段的九九式坦克一炮惊人。两台车都搁在靶场并着打一块靶板，然后刘副主席他们在那个安全的小掩蔽物上去等着。硝烟散尽，同一块军制装甲板上，九九式坦克的穿透力比88式坦克大幅提高。所以当时啊，刘主席很激动，当时就说我们盖了帽，而且这手上我们盖了帽。两个月后的怀来试车，备受瞩目的九九式坦克第一次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亮相。所以91年的9月在怀来试车的时候，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他们当时呢是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去看了三代坦克。1992年春节刚过，三代坦克转入正样生产，总装厂同年又完成了3辆九九式坦克的生产。
然而，对研制者们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九九式坦克能否最终定型交付部队，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三代坦克在研制之初就提出，必须能够在我国境内各种极端环境里全域机动，可靠使用。候鸟是指那些随季节不同而周期性迁徙的鸟类。参与九九式坦克可靠性试验的人们却被称为反候鸟。天热的时候，他们往最热的地方去；天冷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到达最冷的地方。可靠性，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胜败都决定了可靠性。因为前两坦克，500辆坦克，万一有问题，得怎么办？而且我这仗这么大呀、啊，是不是？那我以前的那个报纸的，甚至少量大量的愧疚都可靠，那又不一样。那这个影响整个国家胜败影响，那影响都大了。1991年7月，三代坦克试验队成立。那一年，50岁的郭宝信被任命为试验队队长。从那时起，这支队伍就和三代坦克一起奔赴祖国的大漠边疆，战严寒，斗酷暑，在各种极端的自然环境里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可靠性试验。塔河，这个冬天里中国最冷的地方，给试验队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每一年的元旦和春节，他们几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感到最冷的一次大概是在51-52度，要跑车的时候这风相当大，所以我们那个队员跟车的呢都保护的好，有的时候稍微一疏忽以后就冻伤，当时回来以后脸上没知觉，然后后来就起泡，所以经常发生这个。不仅如此，北国的寒冬其实只是取放一个零件，一不留神都会从手上沾下一层皮来，眼镜框如果不用胶布缠上，就会冻结在脸上。首次进入寒区的三代坦克同样未能适应这样的低温，在行进中发动机开始出现漏油现象。这动力舱里头呢，你车得坐不进去啊。后来没有办法，就说这个舱顶盖打开，局部开一个非常小的区间，这样呢对空气扰动非常小，往上面放一块玻璃板，小盖打开你看看有哪漏，要不然这家老查不着漏点，这行它跑不跑它不漏，它跑着跑它漏。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往后用一个这个手电，人趴在这儿观察，但是这个自然起伏路啊，就是尤其是冰雪路面下，车辆颠簸甩得非常厉害。说你这后头你坐不住，他就要拿绳子绑在后头，就先把它绑在坦克后头，然后他跟那个车在那跑，然后看观察到底哪漏了，开始查一圈两圈，最后跑位出来第一口，第一个回去第一个漏油看见了，然后再看第二个，然后连看几次啊，确认是这儿，技术手段还不到位，就得靠人去辛苦去干。-40多度的环境中，佟宝宁在车上趴了近1个小时。终于观察到了故障所在，人们来不及照顾已经被冻得麻木的佟宝宁，连夜拿出方案进行修改。1997年底，三代坦克的正样车首次交付部队，再次进入塔河进行寒区试验。到了这个寒区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
故障、质量问题，这里头包括设计质量、制造质量都有。发动机在极端低温下故障再次暴露，几乎让整个试验队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当时部里也说了，军队也说了，成功就往下试，不成功就终止试验。这几个副总师都去了，当时阵容非常庞大，我们这次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机会了。在无数个严寒漫长的冬日里，那些履带压过积雪的车辙，那些隆隆炮声激起的雪沫，都在记录着试验队为三代坦克试验定型挥洒的豪情与心血。冬夜里，在试验的间隙点上一堆篝火，就是他们最温暖的回忆。当时在一个大修理店里，垒了些炉子，炉子里烧劈柴，烧木头，结果屋里在0度20度以下。正是在这样高强度的试验过程中，三代坦克正样车累计行驶20000多公里，完成近30余项试验项目，发射各种炮弹近1000发。在试验队里，很多人得了职业病，尤其是常年开车的试车员们，大多听力受损。郭永寿便是其中之一。然而，退休后的他依然对自己参与的坦克研制事业念念不忘。现在有时候经常做梦也梦见还试车，白天不考虑，怎么晚上又梦着了？还很想念那个原来的工作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岁数大了。在经历了5年多的试验和部队试用后，三代坦克终于完成设计定型，在火力、火控、装甲防护性能以及一些高新科技的应用上，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要求。从此，这辆集锋利的矛和坚固的盾为一体，承载着坦克人赶超世界的骄傲与梦想的主战坦克，让中国陆军拥有了在广袤战场上予以对手雷霆万钧之击的能力。1998年初，三代坦克被正式指定为国庆50周年阅兵的重点车型，研制者和全国人民一样，急切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10月。